身上的味道。我常年住在山里，经常用草药洗澡，真好闻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傻呀？那么多人打你，你都不拔剑，你这剑难不成是个摆设？姑娘，你既然不是我的接头人，为什么要出手帮我呢？你不是要将这匣子交给苏梦枕吗？我是他师妹，自然出手相帮啊。我叫王小石，小石头的小石。我叫温柔，温柔的温柔。谢就不用了，闯荡江湖，锄强扶弱，是我分内之事。对了，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匣子的事情泄露了，看来我的接头人出事了，我得去找他。告辞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边是码头，抢匣子的人都在那儿，不管谁跟你接头，都不会在那儿啊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去码头抓几个人来问问。怀璧者有罪，杀人者无情。这细柳镇里到处都是杀人者，他们不仅想要你的匣子，还想要你的项上人头。我看不如你把匣子交给我，也免了刀兵一场。不行，他来路不明，不能给他。你想要这匣子？当然。你们怎么人人都想抢这匣子？这明明不是你们的东西。因为在这江湖里，人人都想闯出一番事业，夺取一些功名。在这细柳镇里，这匣子就是最大的功名。人人都想抢匣子，而你却想要功名，这人云亦云的事做了有什么意思呢？不如听起来不错，不过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刚刚在酒馆是你灭的蜡烛，你并没有下黑手，证明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他怎么就走了？没什么，就帮他想了一个比抢匣子更能出名的方法。你这打架也不拔剑，这剑什么名堂？这套刀剑叫相思刀挽留剑，可不能轻易拔。这名字可真奇怪，相思刀挽留剑，相思什么，挽留什么？相思有恨相思剑，挽留岁月，挽留你。这是我师父说的，我就是念一念。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会来细柳啊？闯荡江湖。闯荡江湖就非得来细柳吗？因为细柳有海啊。我觉得江湖就跟海一样，无边无际，是自由的。人在江湖里也应该是自由的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去能去的地方，不要被条条框框所束缚。最重要的是，细柳有海祭，还有游行，三年一次呢，就在今晚。要不是我们要保护匣子，我还真想去看看。海风里还有股清香。好像不是海风的味道。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常年住在山里，经常用草药洗澡，真好闻。哎，